再来哈，再一张，这一张呢是那个提笔的图哈，这一张之前啊没有遮罩哈，然后有还说哎这个因为只有一层没有遮罩，谁跟你说一层就不用遮罩？你好大的胆子啊！啊，不然这个遮罩谁来帮你弄？我帮你弄吗？啊、哦，这个该怎么办？这也是要绑在火车后面。一挖一定会挖得很那个，因为挖得很烂哦。50，看一下哈、哦，重挖一次。我很讨厌选这些，而且那种开关之间可能会看不到。打、啊、算了，好吧，那就维持这样哈、哦。这个你有私讯问我对不对？好、哦，然后我看到讯息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哈、哦，所以这个呢，先来改给你看哈、哦。好。美感上是有的，然后那个细节表现呢也有比之前提高，可是不够，那这也是酷八娘对不对，刚刚好，那个刚刚第一个改的博权也是酷八娘，你这也是齁。来动作来讲啊，你想一下这样子就好了嘛，这样就够了嘛，啊有那后面这只手在干嘛，因为不晓得该怎么画那只手，所以干脆把它摆在底下遮住，这是你画图的逻辑，当下的逻辑对不对，我不认为这样子哦，你不可以这样，这样子是一个鲁蛇的行为哈、哦，要勇敢的把手摆在它管用的地方，像这样放在后面干什么？该怎么摆怎么摆，或者说你这手干脆就夹在这边，要去挑战它，不要有时候一定程度的去隐藏你的缺点是 OK 的，可是我认为你这样下去，你会一直找地方隐藏。不行、哦、不能这样下去、哦、把手给伸出来、哦、那这个可能要整张异化，我先把它外观先推一推、哦、这头发的翻折还不错 还行、哦、不够好但是大致还行，我发现我现在会跟我的小侄女争那个小妹，她现在要升高一哈，国三哈，因为她是练体育的，我说她大概过没再没多久要比我高了，体能很好，然后她也喜欢 NBA， 那我在想我会跟她争辩 NBA 的事情啊，这真的是，好比说她会讲哎那个 NBA 那个东区现在就是谁比较厉害了，我盛饭的时候听她在说，我嗤之以鼻，切，屁孩，你懂个屁呀、啊！很想就开始呛他，这样不行不行，那个呛下去，那个呛下去就跟他一样中二了，不行，忍住。来，这个也拿掉哈，重画。这就不能用擦的，然后就变成画的。那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希望你们给遮罩，就是这边我就可以用擦掉的。那你现在你没给遮罩，我就等一下用画的，用白色去画掉。所以你说 ，TV， 你有没有给我制造困扰？有，对不对？好，来，这个手捧在这边，一般怎么捧？你这个动作不够踏实，所以捧的感觉有一点点弱。我先跟你说，你错在什么地方？一、二，这两处错，因为这两处出了错，所以你的手捧不起来。为什么呢？第一个，这里的位置要这样长，然后呢，这边这个铁环要往这方向画。就算你们要画这种同人创作，我都还是推荐你们哦，你们一定要能够把视觉造型的重点给提出来。像这种这一个手铐，就是它这个手环，是我一定把它画的大大的啊，啊你们都画的小小一个，你这样就什么都练不到咯，顶多就是在网上打知名度而已哦。好，这两个地方错，所以你的手捧不起来，你看看，往这方向弯才能够在这边把胸给捧好。捧满，知道吗？哎，画技部分我应该比你们好，但是呢，为什么司机部分我觉得我好像也快要超过你们？你们这些假司机，
手掌的结构呢是虎口在这，指节在这，这是最简单的。好，那你要说什么手指再翘起来或再去捧一下什么，那个再说。但最基本一个手背结构就要有啊。我看看这边能不能用颜色画。我用的教的技法在手绘上是 OK 的吗？如果单就画面部分的话应该是 OK 的，但是很多的那个执行面的部分可能就不 OK、哦、因为好比说我们会在这边有图层概念，那你手绘没有图层概念、啊、所以画面的内容应该是都一样都相通的，但是执行面真的就完全不一样、哦、如果说有个同学他手他画这样，然后我要把它改到这样子，其实我要做很多事情，我要擦掉一大堆东西，而且前提是它是用铅笔画的啊，如果它是用原子笔画我能不能改，我那改不动啊，啊，就不要去讲让我完全不会的油画那些东西，我那就各安天命哦。这个是基本款捧胸这个东西，哎，然后另一只手呢，另一手因为我认为是要起来的，但是那个你自己画，我要给你建议的是立体结构跟细节表现，那个你自己画了，你那手要长爱怎么长怎么长，我帮你长的再完整一点，你原本的长法就放在那边不是不对，就是太生硬了，稍微在这边再出来一些会比较好，大臂往后小臂往前，所以呢在这边会看到一个大致的转折，这样子比较流畅。那如果说在这条线上你再下一点功夫，这样子再靠进来那就更好了。对了，我看到一个新闻哦，那个之前那个熊本不是地震吗，然后就受灾嘛，哎、啊、那个尾田荣一郎、哦、就是那个海贼王的漫画家尾田荣一郎、哦、尾田大神，他是熊本人，他捐了八亿啊，捐八亿耶，吓死了，日币啊，那台币也是两亿多啊。以前我常因为他之前那个什么日本那个核电厂那个地方浦岛那边大地震他就捐五亿了，然后这一次他自己的家乡熊本地震啊，捐八亿，我怎么那么人生那么多个亿这样子傻哦，好厉害，那也非常佩服哈、哦。然后好像在熊本那边，好像什么样的那个政府单位什么，他前面有已经有那个鲁夫的铜像了。当然，一个人给你捐了八亿，不要说铜像，帮他建一座宫都可以了哈、哦。对，有鲁夫铜像，然后后来 其他的船员的铜像会陆续的增加上去，来看看画面的逻辑，这样就比较好，就这样而已哦。那你的画面呢比较平，运用大量渐层，那你最少投影要表现好，你用很这些渐层是用的是还不错、哦、就是感觉上还蛮好的，但是你的投影一定要出来，你几乎没有投影，然后你在脖子这边出现一个这个跟脖旋差不多的问题，这个环一点都不像个环，它像是一个厚纸板还被折过的那种感觉，完全立体不起来、哦、这个是一个、哦、我就再看到这一类的问题，完全横切都没练足、哦、这个怎么办，都罚图吧、哦、然后每一个罚图的都绑在火车后面拖行，然后你还去玩那个移色板那个啊，拜托那个那个有一阵流行过了哈，坦白讲，那移色板这个，现在看到画面里面移动色板这个不是不可以用，只是说我会觉得，
应该先把固有色这些东西给画到很漂亮或者画得很好，因为你有很值得追求的那种非常王道的技术，这种东西是锦上添花的。那也不是每张图都适合这么做，日商就不爱这样，这是真的是网络创作才会有。我有在一张图上像用这样移过色板，那移色板的缺点就是你要图层要想办法再处理回来。然后你知道日商怎么回我吗？他回我的那回，幸好我有存那个保留一张备份，然后我就用备份再去 做修整就好。日商回我就说画面上好像有杂讯，他就这么讲，像这样画面上有杂讯，你就说啊这个很酷啊，那个带个绿啦什么的，因为色板被拖移过了嘛，不管你是移动哪一个，反正看一个绿边跑出来，它就是有杂讯，请把杂讯给改掉、修掉、处理掉。你怎么办？如果你那时候已经没有存档，没有之前的那个，你这个边缘不是修到死吗？我知道这都是网络上很炫的技术哈，可是商业上有时候它就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心理准备要有哈，就你都要懂，遇到一个学一个都要懂，但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能不能用。你也要知道，不然你就会浪费很多时间。那这个亮的地方亮的怪怪的，一点都，我觉得胸部这边有点塌下去。这也没画出来，魔性三角也没有，干什么？你真的有心要画库巴鸟吗？对啊，很多人说有啊，那个想要当漫画家，对，我以前也是啊，我现在我后来是真的觉得画漫画，就算是月刊连载，也会真的让你生活除了画图、画漫画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因为没有办法做任何事。然后我记得尾田大神是有豪宅的哈，然后他有请过一些好朋友去他，就是私人的那种他的那个。那个他的一个邀请哦，邀请人家去，里面还有那个木村拓哉哦，木村拓哉是那个海贼王的迷哦，然后他跟尾田荣一样是好朋友，然后有邀请他去参加他的 party， 啊哇那个 是每天开趴，别傻了，他可能一辈子就开那一个趴，因为没有时间，然后大家很尽兴的在那边可能喝酒啊，什么聊天什么的，没多久他就得回去赶稿。你那个刺是怎么样？它往这边会不会刺到自己？没关系，那个逻辑你们自己去交代。但你那个刺的方向，你这样画，你是在想什么？以这个来讲，长往中间长，再来呢往侧面长，这不是基本的吗？那可以往旁边长，你这出了什么事？好，然后需要加一点细节的地方呢，我加在这。我觉得这边细节，这是腰部哈，腰部这边如果没什么特别状况，把腰部的皱褶表现出来很重要哈。另外跟你们说一下，那个《神鬼追猎》呢，可能之后才会再加上来，因为我现在要急着录影片啊，不用担心哈，之后《神鬼追猎》我的故事在开始接着讲的时候呢，都会有类似回顾啦，或者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他我讲的方式呢，会就是会让你们就不会有衔接的困难哈，因为它算是进到另一个章节来了哈，而且现在影片要录。为什么在腰部这边多加一些皱？我不是有教吗？听到哪里去了？先跪在铁轨上。有必要狂闪吗？现在还闪的吗？应该还好吧。有必要狂闪？现在还有在闪吗？刚刚又有闪，我不知道这个截取还是我可能之后要注意一下那个你们软体设定的问题哦，因为毕竟现在又我换那个 OBS 哦，没有用那么熟。
我画的时候就会闪。哎，按错了哈，存档按错了。来，投影哈，你看这个已经没有办法那个了，没有办法用那个剪裁遮色片了，只能这样硬加哈。有时候闪，有时候不闪，好，那也只能请你们忍耐一下哈。然后你头发的层次表现啊，转折处的这种亮暗变化比较弱，这样的话画面一拉远，只会看到一片颜色。那有一种技法哈，就是说我们用大片的固有色面积来让画面漂亮。可是其实那样的技法，不是每一张图每一次都能管用，很多时候你可能还是要给它层次，不然它图不会精彩。所以，我觉得要。未来在锻炼上，大家锻炼出一种，就是即使细节不够，它都漂亮。但是那个是一种就是很理想的状态，大部分的情况下，还是说你要有一定的细节，才能够增加它的附加价值。最少在商业上，你就躲不开这一点哈。像这种比较硬挺的层次，这个是一定得画的。然后头发在脸上投影是在怕什么？到底在怕哪一国的？是跟投影有仇是不是？就勇敢的加。后面的头发，你看看，往外加，你看没有给我遮罩吧？你看跑出去了吧？我在这还得慢慢修。好，不说了哈，绑在铁轨上。来，胸部呢，如果够大。就会遮手，然后手的结构立体感如果要明确，就会遮住腰，然后裙子到底有没有？有就会遮住大腿。你这不就是那个冰块要多大有多大那个概念吗？你看看这些都没弄好啊，然后这件衣服往下跟这件衣服的互动，投影在哪里，封面在哪里都没有。下次画图就跪在铁轨上画吧。啊，听到几那个什么，汽笛声在走。来看看这个，好，然后好，我帮你修，可以吧？好，这边翻出来，给它一个倒钩，这边给它亮的。翻出来，好，检查一下其他地方还好。好，全遮掉，好，这条腿全遮掉，这样腿就一前一后了哈。嗯，然后脸这边我来修整一下，哇，这个就比较麻烦哦，因为细的发丝这样。
今天待会的那个示范课我录完了哈，大家跟我一起哈，我们当然想看的呢，当然就是把它看那个看完看满哈。那结束后呢，如果时间还够哈，我想带我要开始画一点构图哈，做一些构图的练习哈。那这个有关那个电绘擂台比赛啊哈，我不能在实况的时候示范构图给你们看，好，这样不对哈。主办方还在那边教，教自己学生那个构图怎么打哦，不可以这样子哈。但是我可以做一些，就是为了那个12月份的那个就大家的练功，圣诞节哈，那圣诞节会有一些条件哈。你说我就多画那个什么圣诞女郎之类的哈？不是，一定我题目没有再出那么单纯的啦，一定会稍微复杂一点，会有一些条件，例如圣诞节噩梦版、科幻版。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那个让大家有练功的那个，就是练功的那个怎么讲，就是有这种作用，对不对？然后又不会影响我身为一个主办方的那种客观性。但我题目一定不会出什么噩梦版啊，我只是举例。为什么？好，这边要衰减。啊，因为那种这一类的练习，我本来很多以前的实况本来就会做，所以没事啊。来看一下你缺了多少东西哈，那这个颜色呢，我们把它锁死哦，再来改一下皮肤归皮肤哈，皮肤颜色换一下，时间要够了哈，时间不够就没有，就下次再说。那是一些想法的激荡啊，其实主要真的还是看你们自己创作的内容是什么。好，来再看一次。好，以这些为标准，再画一次。这个叫封闭阴影。加的没那么实哈，但是应该看得懂。在这里减弱一点，也是闷的哈。好，现在整体看一下，你要说要改些什么？我没有去刻画小细节哈，就做这个动作。你看你原本的图，先说骨架错误这些哈，再来呢就是你的视觉的影响效果比较弱。好，到这个阶段后呢，再补个图层应该就可以了。好，应该就这样。OK， 好，对，再对照一次啊。看你看到多少啊，然后针对这些来改善，好不好？